哎呀，小鱼抢大鱼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罢工抗议的华航空服员们全躲到骑楼底下，就怕凌晨落汤鸡。第二会是这样的天气，没有哎，所以呢？所以都没什么准备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我们想要站在这边说出我们的心声的。上午大太阳，下午下大雨，可真让人受不了。看现场，空姐正妹好多，但毕竟是抗议，得长时间作战，总是每每亮相的空服员考验很大。退回巴士机。背心短裤是大热天抗议场基本配备，连薄纱小可爱也大有人在，还有大会送的小扇子不离手，甚至还有人自备小风扇，不怕热，只怕一流汗，这妆花了就大事不妙了。因为现场看来有精心化妆的似乎不少，我们没有要代表大家，那我们是代表我们自己，就会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。对，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担心他们妆会糊掉？不会啦，决心比较重要。对，我们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包。被称为颜值超高的华航罢工抗议，空服员每每上阵，也让现场出现不少人拍照取景，笑还笑，笑脸脸，人家罢工你来凑热闹，边拍照还边笑。他们啊，所以刚手机在拍什么？然后拍这么多人。还有这位短裤阿伯，大马路上直接蹲下，低角度记录着台湾空服员史上最珍贵的行动。只是往旁边一看，才惊觉，原来处处都有前来参与声援见证。网友说的史上最正超颜值罢工的人，还真的不少。记者台北曾报道。